这张照片拍于2000年，在悉尼奥运会结束后，回到北京的杨云与父母拍了这张全家福。照片上的三个人与体操都有着不一般的缘分。我爸妈都是练这个的，那么遗传到我身上肯定也会有很多这种体操的这些基因，就觉得自己很好，条件各个方面都达到一流了，觉得，所以教练看我吧，也是一下子一眼就看中了。从10岁顺利地进入国家队之后，杨云在各个项目中表现优秀，如此全面的能力让杨云第一次得以代表中国参加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，但这也是最后一次。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幸运了，因为我没有受伤。杨云所说的幸运有着特别的含义，因为受伤让他几乎错过了除了这届奥运会之外的所有重要大赛。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决赛，在刘璇和霍尔金娜这些人们熟悉的面孔背后是14岁的杨云。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稚嫩的女孩。出乎人们意料，第一轮比赛结束后，杨云仅次于霍尔金娜排在了第二名。而在第二轮比赛中，杨云似乎看到了夺冠的希望。在霍尔金娜参加的跳马项目中，鞍马的高度出现问题，她的这个动作失败了。杨云只要正常发挥，就能超越这个强劲的对手。而此时，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杨云的父母却悬起了心。那霍尔金娜一失败之后，紧接着这边杨云就是平衡木，原木在这，我的上法的起点就正好能够看到跳马。当时他失败，可能我笑了一下，大家认为，哼，挺那个什么，觉得哎呀他失败了，你幸灾乐祸或者什么的。其实真的没有，在那个时候，因为底下有一个裁判，当时就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不要紧张，上去放开坐。这次失误让杨云的总分跌落至第11名。尽量表现自己吧，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。在剩下的两个项目中，杨云发挥稳定，最终拿到了女子全能第5名，而霍尔金娜只取得第10名。那个时候的我才14岁，那么我就觉得，哎，这次不行，那下次再来嘛，我觉得还有希望。最终，杨云在悉尼奥运会上还取得了高低杠第3、团体第3、自由体操第5的成绩。回到北京，他拍下了这张全家福，这是他13年体操生涯最灿烂、最美好的记忆。从悉尼回来后，杨云接替刘璇成为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长。2001年，刘璇退役，杨云成为队里的领军人物。悉尼的遗憾让杨云更加憧憬他的第二次奥运会，但也是从2001年开始，他的手掌多次骨折，而每次受伤都无一例外地让他失去一次参加重要大赛的机会。这是2002年亚运会前队内选拔赛的镜头。杨云在高低杠项目中掌骨骨折，这一幕在之后的2年内不断重演。挺难受的，说实话真的很难受，因为每次我的手掌骨折的时候都是在大赛之前，那么失去了几次机会，世锦赛、亚运会、全运会我都失去了，所以自己觉得挺心疼的。2003年，杨云第5次掌骨骨折，这一次让他失去了参加世界体操锦标赛的机会，同时也让他错过了第2年的雅典奥运会。而且对我打击太大了，我自己都承受不了，但是一次一次都是从我练得最好的时候一下子就受伤了，那之后我又要重建一个
心理这个状态，又要去恢复训练，所以我觉得，真的太痛苦了。但是我还是能够坚持。你讲他手掌就是五次骨折，那谁能受得了？他自己在那个，训练日记上就写了，他说：“杨云啊，杨云，你为什么这么苦啊？为什么好像到关键的时候就会受伤？”所以他，我看他的日记，我自己都哭了，自己都掉眼泪，确实也是。以这样的状态，我坚持了五次，所以到最后，因为我不练，是因为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我觉得我该退了，自己觉得太痛苦了。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。杨云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大二的学生。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碰。在杨云退役后的几年里，他录制过个人单曲，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过体操运动员。我希望能够继续像。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，他作为记者采访了自己的男友，中国男子体操队的杨威。像亚运会一样的好成绩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我的核桃吃完了没？你的核桃，你早吃完了。觉得体操既然给了我这么多辉煌，那么我也应该对体操去付出一些。自己以后啊，我想应该会很忙，这是我能肯定的一事情。如果不忙的话，我就会在家里待着，养狗，因为我以后可能会走一个，因为自己的专业还是不会断嘛，和体育的连接，包括播音。我到林匹克下期人物吴美景。